师傅再看一下58年属狗的他办公室的气场好不好，因为您之前开始说他办公室有灵性，然后他送了小房子，请师傅看一下走了没有。三个都不错，嗯。啊，您说什么没听清楚，师傅，不好意思。嗯，你问我什么问题啊？就是他办公室的气场好可不可以？因为之前您说有灵性，然后他现在按照您的那个安排送了小房子，他想请问灵性走了没有，还需不需要送？有，还有，那再送多少张小房子呢，师傅？再送68张。68张。好了，好了，感恩师傅。嗯，他办公室2层有一个佛台，他想请您看一下他佛台好不好？已经跟你们说了，就照着师傅教你们的方法去修嘛，好了，不要别出心裁。好吧。哦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好了，弟子明白了，感恩您。